打在哪里？对啊，打在就聊天室啊。踢打字啊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但是因为背叛者一开始会是那个、啊，要分完队之后，要分完队之后，不是现在啊，就是要十，等于说十分钟后，背叛者会知道自己是什么。message。对，20分钟后，你们的队伍才会是独立的。十分钟之后才会选出背叛者的意思。有办法到20分钟吗？十分钟你会知道背叛者是谁，20分钟会有新的队伍，就背叛者就会跳过去了。打到，好不好？好。OK。嗯，那背叛者总共会有3个人哦。好。那也有开启同队伤害，所以你在十分钟背叛者出来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怀疑一下彼此。哦，在还没20分钟在他传送之前，先杀了他！哇塞，让他先杀了你也说不定。哇，随机配对，我好可怕哦！来来，你知道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是跟巧克力同队，就杀了他。他没有动战图，我就觉得我待会就杀了他。太全，都是队友，你还畏惧了彼此，你一定都是背叛者，抓！根本还没有分队哦。待会背叛者分出来，那个队伍屏语音要换吗？换啊，换二十分钟后就传走就换就换啊，确定传走就换了。对，然后20分钟后才会锁圈哦，所以可以玩40分钟，比较久。好好，就那这样的话，前20分钟还蛮心机的嘛。可是这张船可能会在那个地表上面，会吗？嗯，就是集合的时候背叛。哦，那他会不会背叛者下不去啊？但是雪地的话就没错。雪地啊，下面雪地，你就慢慢往下挖，只是你要小心你掉下去的地方。嗯，反正如果下不去就创造嘛，创造下去自己守一下规矩就。要下去啊？哎，对啊，对哈。要不要下去？拜拜。哔哔哔哔。他说10分钟才看到自己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会在那个文字前面大家都还是对对对对对，前十分钟还是和平共处。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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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他说10分钟才看得到叛徒是谁，你自己会喷自己一个烟火，所以自己会喷烟火。没有啦，就是那个他会有一个烟火声音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现在开始知道谁。对，然后你的那个文字就是会跳出来说你是。嗯、我想说间谍的底下喷烟火、欸，哎，没有啦。哎、欸，刚才旁边就有蜘蛛啊，又有僵尸啊，哎哎哎哎哎，等一下啦，有问题啊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不用玩啦、啊，等一下。我们谁要先挖？难度也太高了吧。哇，杜鱼，杜鱼，杜鱼，等一下，这玩不了啦！哎呦，哎，小雨，哎呀，没关系，我要跟你走。好，你赌，哎，过来，这上面是谁？那几块下来，那几块来，快来，蜘蛛在上面哦。哎呦，你贴我太近，不是我故意打你，我不是贱。好了，我那个了。好，和平只有团团挨了杜鱼一下，没想到是杜鱼。对。哎，有洞窟，小雨。好。我们要接起来，对不对？往左边。接起来啊，接起来。那我怎么下去？哎，旁边看可以挖多一点。这张图太困难了啦。每次下来就一堆怪。对啊。还有下来。哎，反正可以咬一下。哦，好多铁。这位置很精确啊。这我这杜鱼，这里是高山地形吗？是啊。大卫，你有做工作台了吗？还没。那我做一个。你们的 Y 哎、欸、是 Y 轴哎、欸、是 Y 轴吧 ？Y 轴在多少？没有，你们往下看一点就看到名字了。应该会通到同一个洞窟吧？嗯，有啊，我只有斜斜往那边。X 负15，然后力300。啊，我也有铁了。这。哦，这里铁真的很多哎，真心多，真的，要不等一下等敲钟都好了，好可怕哦，太猛啦！哎呦，那我苦力怕，因为都是怪，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木头。白痴，我干嘛做木稿啊？我浪费木头哦，直接做石稿就好了。哎呀，就你最浪费。有工具台吗？这里面有。我做一个。啊，团团跑！哈？没事。哈？狐狸趴。狐狸趴。白痴哦！哎，原来我们这么近。这么近。不够做盾牌了啦，真的是。
这边有铁啊，这边有铁。分你啊，分没有，他没有铁。才做盾牌。那个堆肥桶怎么做啊？用木包做。那个木材，三个木材，然后四个栅栏。好贵哦，很贵哦，有要求。我是因为刚刚有那个先打到骨头，还有要求故意哦，怎么全部都是？我才跟你讲说快跑啊，团团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好可怕。他们在这里、啊、挖到什么东西啊？他要往下挖啦。好啊，可是我想要先烧铁，你们有没有拿到煤炭啊？啊我没有煤炭。没有，你可以拿你的木桶来烧了。没有，这边超多。我先把木桶拿去烧。哦，爆炸！刚我看过苦力瓦膨胀，你刚那条你要膨胀，妈，你要膨胀，啊你不是这个铁钉给你，我没有煤炭啊，你可以先做盾牌。那、啊、你有工作台吗？啊，下面啊，我挖上来。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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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铁蛮多的，还蛮多的，真的缺乏木材。木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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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去找煤炭了。好，那集有吗？有什么？煤炭，没有挖到。刚刚外面很多啊，哎、欸，挖到一个大洞，转弯、啊，下面是水。看你要跳、啊。你有没有煤炭啊，小雨？有啊，我们这边你往里面走一点就有了。旁边走里面。那你没有木头吗？我挖到毒窟。哦、oh, ，我没有。分你木头，下面有个大洞。哎呦喂！团、欸、团下面有一个毒窟哦。毒窟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，然后里面都是怪。哦，好嘞。我来了，这里。我们要把据点移到他们那边啊，他们那边感觉安全好多。哦，好啊。就是他们在哪里、啊？你们那边啊？哦，对，我们这边呢、啊？缺几个啊？木头我现在只有三个。木头全用完了，我剩两个。我们要怎么过去他们那边？我靠！哦，吓死我自己！哎、欸，你自己，我只有四个，四个够，好像五个吧？哎、欸，六个，要六个才够做，盾六个，盾牌啊，做盾牌。哎、欸，那边底下正底下一只枯光，我不要被射下去哦。再给你。好、哦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那吉，你有一个吗？一个什么？我后来发现是六个，哈哈哈哈哈！木头，刚说木头吗？显示吗？是一个就好，一个木头。想要打死那只枯工，然后在这边种阿里亚多，阿里亚多。那你要做盾牌吗？我已经做了。好。哦，有其他的怪。啊！可是我那只枯工在看我，我现在这样完全就没有武器啊！我就帮你们挖矿就好了。我们对面那里有一个，我刚刚挖到那边有一个洞，有好多怪啊！我是一名矿工，他穿那个衣服好丑、喔，村民的、啊。我是一名矿工，刚还有你要小心哦、喔，杰克有没有很带劲？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只狐狸，你有盾吗？你有盾吗？我有，可是我现在不能动。没有，那个僵尸在推。你们已经混在一起了吗？等下还有很多只咕哩吧。那是画哇，小雨。啊！我待机，我待机。安抓了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怎么感觉？你们怎么看起来很刺激啊？还蛮。你们好刺激哦！天啊！哎呦。是说你们有木头吗？哎、欸，不是木头啊，那个没有，但是这边可以种树。骨粉啊，有啊，种树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边很眼熟哎、欸，小雨。我也觉得这边很眼熟啊。真的假的？就是很像我们刚刚生存的地方。啊、他只是看我，不是打我。所以你们没有骨粉、啊。刚被灭掉、啊。他不是打你吗？他是打我，可是仇恨值还不是在我身上啊。好。哎、欸，这样你应该有明白吧？我、哦、明白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好，他在打我了。哦、这里是个怎么说呢？室内桃园吗？室内，我打不到他。室内桃园哦，还会提醒三分钟后会产生诶、欸。要不下去 A 他？去 A 他？哇，来啊！哦，你就下去了。安安，人够那么快、啊？你不要再退喽，上来啊！哭哭不是很嚣张，那不是很厉害，不是很嚣掰，啰嗦。好，这边很多铁，超多铁，太烧了，亮亮的。我就刚刚那个很好笑，呜、
会打飞了哎、欸！完工了，完工了。如果生成我们这一队一半以上都是背叛者，哎、欸，他这样子就有一个最低几率，是不是一队里面有三个啊？对，对啊。啊，那个人会可怜欸，只有两个人。如果是那个队，整队都没有背叛者，他们在那边互猜，那个才比较真的。对啊，一模一样呢，是不是你？哈，就是你吧，别骗了，我相信就是你。骗了，你现在不是开始紧张了？每队都三个，每队都三个也太多，好有没有？每队都三个也太可怕了吧！真的，哎、欸，这样第三方也太强了吧！第三方势力异常的壮大，所以要先把第三方先干掉，有没有？对，有办法先除掉第三方。异常大，哎、欸，又一个小洞窟、欸，哎，有水。真的觉得我要去找窟窿了。你们还敢来这边？想知道我刚怎么死的吗？窟窿，我要去找窟窿了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，我们刚刚我骨头，我骨头，我骨头，杀看。哦，我刚刚有跑进去挖矿哎、欸。找找看哦，就这里啊，你们就从对面这边来的啊，失败，真的，失败，这感觉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地方。没有这样子，哇，要做个死，你傻过了、啊，我傻过了，没出，来，哇，你、嗯、哇哇，洋洋是不是要死了？为什么洋洋要死掉了？洋洋是被自己人打还是中毒？我不哦，他不知道哎、欸。以前真的很多哎、欸。他是不是被历史压到？我觉得那边已经开始在心机游戏了。哎、欸，所以这边下面是那个是不是？废、嗯、矿是不是？有废矿。而且这个的心机游戏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背叛者。我又打骨头了。好，可以那个了。你还要？他不是要不要赶快先烧一烧？对啊，所以我说对面在玩的是时间还没到啊，对啊，时间还没到，但就已经在玩了。对啊，那上来一个，对啊，都可以吧？非洲人啊啊啊！就是我，呼一。刚刚泱泱那个第一个撒下去就是那个，哎呦，是哪一个？就是谁呀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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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实说出来哦、啊！老实说，我可以让你一条命哦！哎呦，老实说，老实说是什么东西啊？老实说，那背叛者是不是也不知道他队友是谁？会不会杀错啊？有没有？对、啊，不会啊，会知道、啊，知道欸、会知道、啊，会知道队友是谁啊？会啊，是啊、哦，这个阶段会啊，会知道。会啊，哦，那肖宇你知道了、哦。是哦、啊，我昨天玩过了没？哦、好啦哇，等一下你跟观众，你跟干爹妈一起玩这个也太可怕了吧？真的，没有没有，我们那时候就抽，好像抽几个，抽三个，然后我们那种三个人一队，然后我就说我来看看谁是那个谁啊？哎、欸，这超可怕的耶，谁啊？自己一个人，超可怜的。哎、欸，他们挖到钻石哎、欸。哇！哎、欸，反正那个地方有看到那个就是一样啊。他们应该木头比我们多、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那有废矿，我们就有木头啦。有啊有啊，这里有废矿。废矿废矿。但是超多蜘蛛的声音，超恐怖。哦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们去废矿。在哦，你没有看到我吗？我其实没看到你。就是那个大平台有没有左边？哇，团团的洞啊！你的装备也太 sharp 了吧？你要我帮你做吗？我身上还有啊。好啊好啊，哪个大平台啊？我最好两个铁。好好，你现在缺什么？我缺帽裤鞋。硬要讲一个字，看听起来比较帅就对了。帅啊！对啊，我先让我穿个裤子，着凉了。哪个大平台啊？就是那种树那边。这里啊，就我们这里、啊、左边有一个洞啊。所以背叛者的队友会打在聊天室窗上吗？啊？打在聊天、嗯、没有，他是那个画面上会出来。哦、oh, ，就启可能启动后下面又多了几行字吧，是这样吗？嗯、没有，它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讲，就是跟公告那个样子一样。哦、oh. ，在画面上会跳出。哦，哎，是说你们肚子饿了吗？没有啊，还好。哈、啊，你要吃蜘蛛眼吗？不行，会中毒啊！你要吃蜘蛛眼？居然问我要不要吃蜘蛛眼？
欸、所以超多毒蜘蛛的啦。小雨你在哪、啊？你从哪里下去的啊？这里都黑黑的。我挖下来了。我不知道你在哪。哎、欸，等下杰克，你是要去找小雨吗？对啊，我随便找一个洞试试看啊。好好好。是不是给个坐标好不好？你们刚刚从哪边杀我们还不知道？这么熟悉的环境。对啊，那就是你们走下来的地方。你是说上一场吗？上场啊，一样同一个，就是玩一样，同一个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一模一样。哎，树长大了，树长大了，树长大了，挖起来，挖起来，下走就是。挖起来，挖起来，从这里上来的吗？哦，我已经不记得我们那一场是怎样，我们是差点会到船团，吓死我了。坐船随便走，然后刚好就看到你们的亮光。哇，舒服，终于可以做东西了。你们都过去了。等一下，你们都过去有真假？哦，在啊，在这里、啊。这个历史挖掉下面还有那个坑，火热的东西，岩浆。哇、欸！不要走这样，不要走，拜托拜托，我要过去，我要过去。